麻烦一人一票救周凡，因为周凡到现在还没有，他真的过得很辛苦。角色超有代入感，影集影后即将上线，卡司一字排开，杨谨华、谢盈萱、陈婷妮、谢琼萱、杨贵妹、钟欣凌、曾婉婷、林廷义齐亮相。过去恩恩怨怨就让它过去吧，现在赚钱比较重要。呈现演艺圈追梦及残酷竞争，而先前对上有妆发师流出杨谨华、谢盈萱在化妆室互撕片段。我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最佳女服装奖，这五个人摆明全部都是你。正是为了宣传，却引起网友议论。重点有人觉得那是真的，对啊，怎么会？而且还骂了我们两个演技有够烂，然后我还真的就有点生气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我们很认真宣传的。剧情也真的让众女演员走心，曾婉婷分享角色时更两度喷泪。你好像不能悲观，不能负面，你永远在大家面前要展现出你很坚强，你很棒。然后，但我们也是有很脆弱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在，哎，好烦哦。金土杀青戏也是献给演艺圈的最后一场戏，至今也在调试心境。女明星不能做的事，大家心有戚戚焉。觉得你不可以做的事情，女明星又不可以做啊，女明星就这么可怜呐、啊。我现在觉得，如果恋情就是。说出来的话，你未来就是网络有记忆，它就是会被画树状图啊。杨谨华也说体会过不能变胖，陈婷妮则坦言必须告诉自己别出错，恋爱还是要谈。观众也看见影后们的幕后真实面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